这七款能缓解眼疲劳的茶，你绝对不能错过。之前我们科普过吃什么水果对眼睛好，今天做一期茶饮能缓解眼疲劳的科普。这七款茶也许你正在喝，最后两种你绝对想不到。更多往期精彩视频请关注我。菊花茶绝对是经典中的经典，有清热解毒的功效，去肝火，缓解眼部疼痛。选菊花也有讲究，要考虑菊花的饱满与色泽。玫瑰花茶有消除疲劳、保护肝脏的功效，而且玫瑰花茶还有美容养颜、调理气血的功能。决明子茶也有明目排毒的功效，据说也是一种减肥圣品。除此之外，决明子还有除湿的功能。这类花茶茶味偏酸，不过味道还是挺不错的。枸杞子柑橘茶，柑橘有退肝火、明目的功效，但因为性冷，所以要配合枸杞子平衡药效。如果有上火的朋友，就可以免去枸杞子，有降火的功效。素心花茶有养目和排毒养颜的功能，工作中经常接触电脑以及想要滋润皮肤的朋友们最适合不过了。甘草绿茶，甘草性寒，能清除体内的毒素，但要注意有高血压和心脑血管、肾脏疾病和孕妇不适合饮用。甘草因为含有甘草甜素，所以喝起来口感会比较好。最后是桂花绿茶，桂花能够养生运肺，而且对皮肤有美白滋润的功效。桂花和绿茶搭配还可以解除口臭和保健眼部。最后要提醒大家，喝这些茶的时候一定要控制糖的量。我做科普19年了，请感兴趣的朋友点赞、关注、加转发，让更多的朋友了解健康知识。